呃，我我讲哈，这一次三天的环台军演，有两个层面来解释。嗯，第一个是真正的验证作战战略战术的方式。Okay, 第二个是心理层面。嗯，我先讲实际的战略战术。呃，你说在台湾海峡的这个中间来对峙，我我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接战模式，嗯、这是一个新战模式，<對>表示你有我也有，嗯、<哼>你来我也来，我还两层。<解>这是新战模式。 如果两军真的要进入准接战模式，绝对不会排排战，这又不是古代罗马打仗，嗯、对不对？排好方阵准备对干没有？那一定是有一定的接接近的队形，然后、嗯、有,有侦察，有这个突穿，然后有攻击，那绝对不是长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准新战模式。那但是在台湾海峡，我我不担心。嗯、那我们汉光演习这么多年哈，都在演练这些，这算是驾轻就熟。嗯、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在台湾的东海岸是。 有四架次的歼十五，15, 你有,有看？一般我们这个军机，它如果越界或者进入我们 A D I Z，都是从这个西方飞往东方，然后再回去，嗯，都是这样，嗯。可是这四架歼十五不是哦，它是由东方飞往西方再回去，从、嗯、哪里来的？Yep, 山东舰，嗯，就摆明了哈，这四架次就是从山东舰上面起飞，然后绕一圈再回去。 这个比较严重，为什么说这个比较严重？以前绝大多数的军演就叫做围堵南北，把你水道围堵住，那那个不叫封锁，那叫围堵。可是当山东舰绕到台湾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对>他派出了四架次的歼十五，这样子做了一个一个循环的动作，这就是几乎形成包围，嗯，嗯因为你的台湾北中南东都有人了。以前的做法永远是北南，然后东没有，现在东一形成就包围了，嗯，就是准包围。所以为什么会有？ 那个共这个中国的学者说，这是新的战争形态，这不是新的战争形态，这是我们一直想看到而他没有做到的，而这一次做到了，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共军好像是。 呃，纸老虎出来晃一圈，嗯、我觉得这次他做到了。那可是中呃，中国有作为，我们国军就有反应。我先请问一下，嗯、那包括山东舰在东面，因为大家一直都要长期来，我们想定的都是老共怎么来都从西边来。对对对。所以我们的东边，<對>你看，包括我们的好，我们呃，我们的加餐计划了，我们所有那些全部都是往东移嘛。是。意思就是东边太平洋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安全相对安全。可是当他山东舰可以到这，<對>山东舰可以来，就表示他其他的的航母也有可能来这。是。当他到这个地方。 以后，意思就是，包括老共他们自己的军事专家也讲说，这个就表示他们不用飞弹，他也可以完成包括东部海域的所有这些封锁。但是就不懂啊，就算是这样子，他拿我们大家，大家都是吃素的吗？包括我们也是，包括美国也是，大家都在看戏而已嘛。对，所以我刚刚讲，中国有他的新战略模式，<Yeah. S 2> 那么我们国军也有国军的反应，那美军也有美军的战法。 所以呃，中国只是呃，让我们预判了这么久，它可能会形成包围。嗯、这一次我们看，它果然要，那、嗯、不是骗人的，它真的要这么做。嗯、所以很多人说，不管是山东号、辽宁号，是用来拒止美军的，是抑制美军的，不是抑制这个中华民国国军。这个看来它就是双重意义。嗯、第一个，我开到台湾的东部，嗯、我的舰载机可以起降，威胁台湾；另外一部分，我海面下的潜舰可以拒止美军接近。 所以它有双重意义，嗯，那么有双重意义，我就有有双就有就有双重的报应啊，因为你形成包围台湾的时候，同时你这个山东舰也被包围，有，嗯、因为第二岛链那边厘米兹号相关的武器都已经到定位啦，你北边的这个冲绳宫古群个这个宫古岛，它上面都布置了飞弹，嗯，我们在台湾的东部也全部部署了这个岸对舰的飞呃，这个岸对舰的飞弹，所以你当包围台湾的时候，你这艘船也被包围。 所以这就是大包围跟小包围，同时你也被包围起来，而且这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到哈，很多人说啊不得了，好像要打仗了。你看我们在在这个俄罗比在垦丁附近看到我们的暗制飞弹了，暗岸,岸对键的雄风飞弹整排放猎啊，真的会这样放吗？嗯，如果要打仗会这样放。那是要给大家看的吧？对，是给大家看什是,是谢律师，你就讲到重点了，啊、那个就是要给你看的，<對>我们真正的汉光演习不会这样的。 我们的飞弹不会跑到海边去。有人笨到把我最精、最机敏的这个岸对舰的雄风飞弹放到海边放列阵地，一排排摆个十台、二十台吗？嗯、不会的啦，打仗不会这样。每一个飞弹发射阵地距离非常远，嗯，因为你距离很近，一个炮弹就就没了。对，所以这是什么？我就讲嘛，这是心理层面的作战。我要让台湾的居民，让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知道。 国军不是吃素的，嗯、我们真的在做。那你说为什么不藏起来？藏起来谁看得到？嗯、对、啊、藏起来谁看得到？藏起来就没有宣传效果。对对对，如果全部都藏在浅山要隘，躲起来伪装的好好了，人民说这国军在吃饭呢、啊。那中国的飞机都飞成这样了，嗯、你们都没有反应啊？嗯、对，所以我告诉大家，会这样子摆。第二个层面就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摆，表示目前我们掌握到的即时性的危险是没有的。OK，如果有谁会这样摆啊？嗯、如果有这样摆，那一个炮弹过来不全毁？ 所以说，这第一个要强化心理层面的因素，第二个就告诉你，我们掌握的敌情是精准的。那么，另外说，美国的 P 八 I 来来来做什么？他一定要来，他必须要来，因为他要知道美国的舰载机所巡航的轨迹，他才能够明白的了解未来美国的里米之号或者相关的航母战斗群的战术要怎么调整。所以 P 八 I 来非常重要。你的飞机起飞的仰角多少？ 回旋的度数多少？回去返回舰载机什么时候？如何返回？成功几率是多少？他都要收予这个参数。OK，为什么？多少时间起飞一架舰载机？因为一个山东号上面大概可以载将近二十六架这个歼十五。15, 嗯，那你这二十六架歼十五，15, 按照你四架起飞降落的频率，我就可以算出你的最大起飞率是多少，跟你公布的数据一不一样？如果跟公布的数据相差落差很多，那美国就知道了你的山东号的航母的战舰的战力有多少。Yeah.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在推算。那中国之前为什么不太敢愿意展现舰载机起飞的状况？甚至他都是在他的它靠近他的内海，或者是雷州半岛那个地方，或者这个这个这个靠近海南岛附近来做，你不好侦察。嗯，你的美国的 PBI 侦察机飞到那个地方贴近，他说你侵入我领空，你犯规。<Yep. S 1> 可是你飞到台湾海峡的这个这个东部，你你没有你没有办法躲嘞、欸，嗯、因为那里是公海，我一定可以光明正大去看，除非你你不飞。 你一飞我就抓到，所以说这一次中国是完全破了他新的战法。<Okay> 所以那个动画哈，那个动画我看了，我刚看的时候很紧张，因为我们国军所做的动画不是用这个特殊软体做出个动画来吓人，国军的动画是每一个飞行的轨迹，每一个补给的位置都要按照我们兵器的参数输入，输入的合理动画才会出来，如果输入错误，那那出不来的，后来我才发现不是。 他那个不是所谓的兵器精准输入每个参数结合出来的动画，那个动画是跟拍电影开一样。对对，那应该是找个制作公司做出来画出来的。那如果画出来的话，我就不紧张了，表示你这个心战层面大过于所谓的实质实力的层面。o k